我跟你说，我这房管不是说随便给你上的，有个老板咔咔咔又给我送个十几二十万，要给我管我要房管，我说不行，啊，我说不行，房管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直播间这个经常来看的兄弟的，所以你的直播间等级、牌子的等级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行，不给啊！咱们直接都不给的，所以这房管无比的重要。谢谢 i74298。感谢工具人和柯宾叔，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！来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最后四分钟了。注意这奥拉夫一级，千万别跟他打啊！他是我们的爸爸。你挺狂啊你！嗯，你挺狂啊你！确实有点欺负人了。谢谢龙哥的二十个办卡。他有脾气，帮我推。走，哎呀，给我咬死了，完了，死哥也没了，你给我抠死的，哎呦我漂亮，死哥这都能给人抠死，太狠了，死哥是我爹，出门。塞牙了，哎呀，豪车经验没吃着，来呀，死哥！来呀，你想来吗？你想来你就来吧，不着急上啊，一定不着急上。这个斧子等他撇了。把他抠死。
俺俩 A 都 A 死你，你往哪跑？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谢谢蓝林汉的外公。학살중입니다这家伙，哎呀，确实不太好补。来，我们给死哥，我们不要啊、嗯！我们不要，这么好吗，死哥？你别给我，我不要啊！这都给你，你我要他人头干什么？那死哥拿人头，拿那什么？咦、嗯？死哥生了。人是有点多呀，怎么派克还过来了呢？没事，他的塔皮也没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对面那个阵容，只要我们家死哥装备好，那对面杀死哥就是送。如果死哥装备不好，我装备好了，其实是没啥用的。这个死哥必须得装备好，就让对面杀他，就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多，付出的代价就是大。抠咋不咋掉血呢？等一下，死哥大招啊！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奥拉夫也不跑了，哎呦啊，你别着急呀、啊，这个着急放了啊，有点血呗。你不着急，俺俩能直接把它拆了。这死哥也明白，这奥拉夫是个傻的，怎么赶上怎么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溜了！我三项了，但是我是裸的，我
啥也没出。奥拉夫去下了，对，早点解放，别让这派克一直游。死哥已经面具了，哎，非常的好，这就非常的好。来，开始打团战啊！开始5v5，11分钟就开始打团战，来吧，看看谁团战比较猛。对面的蜘蛛上哪去了呢？啊，蜘蛛在俺们左边野区呢，假装回家啊。算了，这边左边咱不去了，没有意义，去了有什么用呢？不去，在东路帮他守塔，左边有蜘蛛咱不去。那有蜘蛛，那去了就死，不去了，让他拆去吧，没事，你们拆下，我们拆东，左边谁去谁傻逼。我操，齐亚娜的大招能直接打这么远啊！这里边是不是有蜘蛛？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我都跟你说小心那蜘蛛啊！扫一下，你像个犊子似的，你要干啥呀？来，我看你往哪走了。还行啊，一换一可以接受，没事，奥纳夫也没了，这抠都能抠白了。出点啥呢？没啥好出的呢，怎么感觉？不行，这把必须得要女神之泪。这把不要女神之刃不行。我气呀气呀呐！二段R放早了，我以为下边没有石头人呢，我不知道有石头人啊。找不找他也走了，下边有石头人。没事，我们拆他中塔。把你中塔给你拔掉。哎，这家伙，还能让你给我换了？哎呀，没减速到。逼我！
大假猴了，没事。杀吧，没事，全杀。刀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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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锋啊！不是吧？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。嗯，还得卸手啊，没有卸手这不行啊。小龙吧，那死哥进去不必死吗？那不是白送吗？死哥，小龙，还好齐亚娜给劲儿啊！齐亚娜比较会玩。这死哥怎么好像有点脑子不好使的感觉？那能往里进吗呢？那种位置谁敢进呢？刚才就应该让我进去探路，然后咔嚓他放个 E， 我们也 E 一下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救救救救救救，靠，这么疼。他怎么能跑得比我快这么多呀？他多少移动速度？380，我刚才转儿比380可多。我操！死一个！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出点什么装备才能打得过这个刀锋呢？我确实是没护甲，这个蟹手出完出点什么能打得过他呢？板甲就行，板甲伤害也不够啊。那蜘蛛干哈去了？抓我来了？那也抓不着啊。干哈呢这？那奥拉夫为啥觉得能打得过我呢？差的装备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我觉得我整个春哥可以，先来个春哥这把，我得能打过他，我打过他，我单带带得过他，我们家压力就小。他14级，他等级有点太高了。
是人是鬼都在秀啊，刀锋死了，哎呦我双杀漂亮，哼，没想到吧，有个死哥。啊！奥拉夫值钱了，太菜了，小黄毛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要后了，这怎么晕着的？不上了，再上没有意义。有个假号，他一直要勾勾吧。一换一，谁七百块钱？齐亚娜七百。你大爷的！我报仇雪恨。救救救救救救！没事，我也卸手，好送奥拉夫。嘿，蜘蛛也没了，没事，意思。哎，大龙可以要啊，走吧，打大龙去。他们家能抢龙的只有那卡莎一个 W， 记得往后来给他挡上啊，再就没有能抢龙的东西了。2500，快救救快救救齐亚娜哪去了，齐亚娜，齐亚娜刚才没来吗？假的，齐亚娜刚才我看她过来了。谢谢 KJ 衣服人。嗯，漂亮啊，漂亮，还不亏。我不是说我要野她，你知道吧？我想勾引她一手，然后让齐亚娜过来把她杀了，你明白不？我看齐亚娜搁右边呢。这不是他的问题，他跑去杀 ADC 去了。这死哥杀12个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把就因为我们把这死哥养起来了，知道吗？我们没要人头，人头我们一个也不要，资源我们一点也不吃，就给死哥人头，我们就慢慢的、慢慢的混吧混吧，有个前排的小作用，让这刀锋别秒我们，秒不掉，我上去恶心他就完事儿。那蜘蛛怎么能走到这个位置来了呢？那蜘蛛，哎呦我操！那蜘蛛，蜘蛛这个位置有意思啊！蜘蛛。蜘蛛高地都没了，跑俺们家野区去了，投降去了。你这适合玩石头人，石头人太笨了。
石头人有猴那么灵活吗？没有。